现在没房间吗？613、614，上就这里吧。台，咱们是7号位的大反贼主攻。陆逊，忠诚选鲁肃挺好的。曹公得金不喜，惜得无傲人足矣。不动白春哥，不，谁说春哥是不动白的？咱们要有秒陆逊的准备呀！哇哦，场上有一个大佬虚荣，标个反吧。200级的应该知道虚荣这个将吧，还不去搞虚荣这么恐怖的一个东西。这个位置的符文还真的不一定，真的是反贼。有位的嘛，选个符文有毛线用。早知道学咱们的筷子兄弟了。这应该是个钟。天道玄妙，俗人难得其法。我不要这种反啊，我宁可要傲张跟钟繇，吕布简直就是个废物。闪，没闪，难道是这样子？没杀，还调戏一波，给他摸，说明左次手里肯定是有好牌的。虚荣啊，虚荣。虚荣，你一定要是反贼，呵呵。这是想收掉，看看福安的身份，福安反贼不要也罢，简直就是落逼一个。中央可能杀很多，最后一刀一定要九杀。死而复生，生生死死。
也不一定要九叉，如果徐荣是我们队伍的话，徐荣治人者握拳，吕布挑中使命，成君恩宠报效国家，这波血赚，杀法决绝。直接把咱们陆逊也打到濒死，直接游戏结束。可见的徐荣还是非常强势的。教功是很没钱，就老实说。哎，谢谢大家。